但是这家我跟你说实话，我没坐过车，我就不敢说。因为个人带的车祸率是90%，我这个知道。新做这家你想想是。啊，我现在正在询价，所以你要说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用健康证，没用加拿大的健康证，这是免费的。但是新做是在。